自从他看了上一集的一个下乡的节目之后，他就问我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。来自吉隆坡的娇娇女黄欣婷是今天的城市小主角，今年才10岁的她是个独生女。如果你想去，我可以支持你的时候，我就是带你去面试。然后他就很兴奋地说：“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去！”不知道他会不会习惯乡下的生活呢？